苏梦辰，你应该感谢我。希望寄托于王小石是对的，不让你掌权也是对的。我让你放我一马，只是想再试一试。既然你我已无转圜之地，那我也不必手下留情。是对的，因为直到此刻，你也未必能杀得了我。那我想试试。你就剩半条命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曾经说过，有的坎迈过去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苏梦辰，原来杀你也没那么难。最好的敌人，送你最后一程。
放心。仔细点儿。是是。我曾经说过，这世上能杀我的只有我自己，但我错了，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不是说你是杀不死的吗？你倒是活过来呀，你活过来呀。你倒是活过来呀。你活过来呀，活过来呀。老猫临死的时候会找个肥人的地儿躲起来，找不着你了，真的找不着你了。你的脸怎么了？啊！你真的活着，还好你活着。对，我活着回来了。